分享几个抽福福暴率翻倍的点位。第一个，在海陆港七天神像下面的平台，这是和福福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第二个，在枫丹亭左上角这个位置，这是福福 PV 中的小亭子，是福福很喜欢的地方。第三个，陆泽咖啡厅，福福喜欢在这里做点心。第四个，最不推荐的抽卡点位，歌剧院，这是福福被判死刑的地方，所以千万不要去，歪的概率太大了。最后希望你十连出金，能把福福抱回家呀。